来，菲菲，这轮的题目是，胸有成竹的点了点头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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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思虑的如何呀？吓我一跳呢！可以了，传递开始。钻机位底下去了。刺客几个字？四个字。腾哥，你这个调度有点大呀，我怕他记不住他。表演结束了，关键是这个都很难要求你再来一遍。四个字。子怡向花花传递。开始了吗？暗箭难防，还没完呢，这只是开始。花花，啊，章子怡抱着了我，章子怡抱住我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也提醒一下花花，这只是腾哥表演的三分之一。花花，改验了。刚刚那个是吗？哦，一直吐针，求坚持吧，又是求坚持。吐你一脸。我理解中不会里面还有这个情节吧。哎，十面埋伏，谁是第一棒？腾哥呀，你看一下你的接班人杨迪。瞬间猜到了。小宋，你来猜下一个下车的人不会是谁？什么？不会是谁？不会是谁？不会是啥意思啊？你才来了一期，我们送过去吧。来，请下一个人出列。你看，唐嫣姐是去不？好，我。嘿。预测一下，下一个下车的人不会是谁？不会是谁是吧？来说出来他的名字。要说吗？要说。大师说，大沙哥。哎，这个是神之默契啊。你看咱们肯定中了他们诡计了，你看他们乐的肯定就是沙哥。你看我们有默契。对，不信你看。请下一个人出列。沙哥就是沙哥，肯定是。这个人只要是杨迪你们就赢了。我跟你说，杨迪正缓缓地走向我们。杨迪是杨迪，肯定杨迪，因为我已经听到了步伐声。你为啥猜不是沙哥？这是我们的默契啊。你觉得他最懒是吧？那是你说的。如果是沙哥你们就输了，就要走路了。如果是沙哥你们就输了，就要走路了。
对，请回头。咋的咋的？坏人如果是我，他们就输了，快点了。杀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杀完我先下来了？不是，你们刚都杀了。杀一个你最后得了。好。张老师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俩刚刚发生什么了？沙溢哥突发内急，我来替替他。你们为啥会生气啊？哎，在那个沙哥出来之前，你说了什么话？沙溢哥，要不你去吧。我去啊，因为我在贴创可贴。真的吗？咱俩一起去吧。只能去一个人。你为什么要你先下？你刚刚说了半天，沙溢哥，你最后走。完了完了，这个意外都会在杨迪身上出现。咱们你们都对吗？全都对了。杨迪故意的，杨迪非得让我下，他说他贴创可贴，他特别坏，他梧桐的卧底，他非得让我下来，冤不冤枉？真的有卧底，绝对卧底啊！揍了，揍了，怎么可能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杨迪，你给我对视一下眼睛，我看看你眼睛里面，我真没有，你不是卧底对不对？我这儿受伤了，你看着我。柯南又开始断案了，你看。哇，杨迪。那个满眼里面全是谎言，他眼睛那个谎言已经模糊了他的眼睛，就像是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。柯震恶，你不要这样了。我跟你们说，真是我也没料到啊，集体默契，大家一起吃瓜唠，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吧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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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溜达溜达。哎哎，今天开始咱们所有的事儿咱们背着杨迪商量啊，就是让杨迪今天什么也不知道。哎，可以可以，下一个游戏看你们赢不赢啊。无法给那边提供任何消息。第二个默契挑战开始了，你们讨论一个人，第一个上。哎哎哎，这人干啥的？我上。不让你去。哎，他有问题吧？你看他们，不同同志们，还按刚才的顺序，我看着杨迪让他最后。大眼姐们，你们随便吧，你们好了叫我。来吧来吧，去吧啊！你们好了叫我就行。你去，我先屋里待会儿。待会儿。莫须有的罪名，杨迪啊。只不过就是我知道你是啥样人，他们还蒙在鼓里。哎，沙溢哥，你现在真是综艺玩到顶了，你真的真的就跟导演组一块儿干嘉宾，你这真的 你求你了，别再造谣了。真的杨迪，眼睛里面只是谎言，一点都不清澈。这个默契游戏是你要选择一个歌手，然后你要唱出这个歌手的歌。八个人，只要每个人唱的这个歌手的歌都是不一样的，则成功。我随便说，是吧？对。好，选王菲。选王菲。对。好，你要唱第一首。嗯，我选一首她的比较偏门的歌。就算天空再深，看不出岸，你我眉头现皱纹密云。这首歌名叫《暗涌》。可以，后边只要有人没有唱这首歌，你们则获胜。啊，他们应该不会唱这首歌的。好，好，请等待，请第二位出马。刚才顺序不变。那我去，我去。啊，对对对，阿飞啊，小庄你好，你好，眼熟，又是你，又是。这该是我吗？是是是，这次不是那样的游戏，放心哈。阿飞，请你唱一首王菲的歌曲。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？唱得非常好。歌名有没有《匆匆那年》？好，你唱的啥？我唱的《暗语》。合着这次跟顺序没关系了，我们还非常严谨的在守着刚刚那个顺序。他们看我们这个顺序都会临时改题。那我们就打乱顺序去吧。哎，我们要不然就让小宋最后，因为他们不会觉得我们会让小宋最后，好吗？小宋，你的声音他们听得到。你们不许，你们不许说出去。啊，什么？跟顺序没关系，别商量了。啊，跟顺序没关系，别商量了。你看那人，是的。什么时候叛变的？昨天晚上叛变的吗？我都没有尊严了。那谁吧，张杰。好。杰哥，请猜一下下一个出来的是谁？下一个出来的
我觉得是张新成。张新成，这是问题吗？你这个这不是问题，这不是个问题。杰哥真正的游戏是，请你唱一首王菲的歌曲，只要你们八个人的歌曲唱的不一样，你们就赢。也不是太冷，他们也不太会唱。梦中人，夜风从不敢。噔噔噔，一满。歌曲名字叫《梦中人》。耶耶，来来来，来下一位。为什么笑成这样？开心啊。唐嫣不是新城，你已经输了，杰哥。什么？你刚刚不会说不是顺序吗？这个游戏全靠你定吗？不会，不，他骗你，他骗你的，不是这个问题。糖糖，请你唱一首王菲的歌。王菲的歌？对，你们八个人只要歌曲不同则获胜。是吧？对。那我要。你来个冷门的。我想想啊。哦，我知道唱哪首了。我哼哼可以吗？我不知道词儿。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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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歌名叫？歌名叫《I Saw Me》，一个游戏的主题曲。来下一位，我不用猜了，我过去吧，我看。我本来想唱《红豆》，你们有人唱吗？没有，没有人唱《红豆》。红豆就很普遍。我本来想就《红豆》，我怕你们唱过了。新城，请你唱一首王菲的歌曲。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？ Yeah, 我们天空、yeah. 完全没有交流。吴彤脸上已经好挂满了。下一位，我去。啊，你们都没选红豆是不是？我差点选红豆。我刚刚也想唱红豆来，我猜应该有人会唱这歌。我猜他就会。啊，有道理。很喜欢看你现在的感觉。下个人请唱一首王菲的歌曲，但是要求是八个人只要有重复的歌你们就输。还没好好的感受。法国人就这个人。是不是我猜对了吗？棒棒棒啊，你猜得好对呀、啊、是不是？哇，我就会这一个王菲的歌。来下一位，他可能会唱传奇那的。啊，来小声一点啊，来了。小宋，请你唱出一首王菲的歌曲，但是八个人不能一致，一旦重复则失败。现在赢着呢。对啊。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。哦，一下在那。美不美丽？开到荼蘼。快把车开过来。杨迪不算。还有一个人呢。杨迪是你的人，不算。杨迪刚才自己已经承认是卧底了。我说你是啥时候叛变的？他说昨天晚上。他上来就会唱红豆，会不会？我怕会。今天全身散发的气息，我就。哎呀，杨迪，你们的有。好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请唱一首王菲的歌曲。你们八个人只要不一致，你们则获胜。我告诉你啊，目前我们已经赢了，没有一个重，对，就你看你了。那我就一定要唱一首王菲很冷门的歌才能赢，对不对？就我们唱的都是冷门的。哦。B 赞助，那我就一定要唱一首王菲很冷门的歌才能赢，对不对？就我们唱的都是冷门的。哦，在这儿来。有时候，有时候已经输了。红豆，我跟你讲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。来啊，杨迪啊，来啊，来来个本垒跑，上路吧，走走。他是卧底。确定要把我留在最后一个在那边？天亮了，干活呢。来吧，最后一个点了，杰哥。哎呀，我们都……你们谁？你们还唱了红豆啊？是阿哥唱的。谁是叛徒？你们一目了然了吧？你啊，小宋，你在这行业里啊，杨迪这种人躲远点儿。没想到好好一个春游，玩出了无间道。这啥呀？呀，花花，
心悸什么来着？不对，那个心悸，那个，心绝、啊，那人叫。对对对对，那叫啥来着？三二一，我不知道啊。换人，银河护卫队，答对。对了。对了，我想到就是这个，因为贾玲姐很热情的，心悸，嫁了给人。对，好，下一首。妈呀！我画画那个天空之城，答对。哎呀，突然前面完了，他用的是这个节奏。哥，玩会儿游戏啊。一直在思考。哦。来第三题，杨迪，中华小当家，答对。吴桐还白了我一眼，你们也打会儿，我这不行。谁不想打会儿啊？你答对这么多，也不是都给你镜头，是给我们反应镜头。真的太烦人了。好，来下一首。那玲姐第一个，喜剧之王，答对。这不东京爱情故事吗？喜剧之王。我说我能不答吗？你说。来下一个。武侠片儿，啊，小五吗？燕子李骚。燕错，十面埋伏错啊，不是，一代宗师错，接近了，接近了，一代宗师二是错，黄飞鸿错，霍元甲错，霍东阁。霍东阁是霍元甲之子。那你别答题了。满城尽带黄金甲，接近了。英雄，英雄，对，英雄，不是错，接近了。东邪西毒。答对。哇，我是听这个音乐感觉有点那个氛围。东邪西毒跟英雄很接近了。你绝对误导我们。我就不知道燕子李三怎么就离远了。吴桐，我们就猜，我们你就别提示了行吗？越提示越远。好，来下一首。呀，腾哥，这都不知道吗？啥？你来啊，山清岁月吧，应该不是什么东西。《仙剑奇侠传》接近错，就是那个成龙和那个那什么那个金喜善那个，快干啥了？就接你的。神话错啊，这不是《仙剑奇侠传》吗？《仙剑奇侠传三》对，你真的是光。我们整个王牌还有跟《青春家族》比的这个那什么吗？你都已经答对了，摄像头。光，小童管他对不对，我只要一个镜头。光，你得切我，我说三遍光，你还不切我一个。小童还在答上一道题呢。对，来下一题。音乐之声。答对，对吧？对吧？朗朗哥。朗朗，节目组呀，没有你呀，这辈子都不会出这道题。节目之声，音乐之声，音乐之声，您这耳朵也是绝了，太专心的抖包袱了，还想埋汰人家呢。节目之声，还有两题，来。呀，好花样！太阳照常，让子弹飞，特的花花第一个，太阳照常升起，对，答对。但飞也用了，绝对用了，我听了。用了。但先用的这个太阳照常升起。啊、哦，两队打平啊，最后一题。妈呀！哎，杨迪，来，杨迪，别一起来。你要站起来 PK 吧，来吧。来，结果来钢琴曲。两位。数码宝贝啊！啥？数码宝贝，当当当！妈呀，晨晨会接题，来恭喜王牌家族啊！没使劲儿，我们都没使劲儿、啊。第二轮派谁？剪刀石头布。小童啊，小童啊，小童啊！你跟小童，
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好，90吧，这坐就是4050的。我要是你，我就考虑杨迪是哪个年代。90可以，90可以。杨迪这一辈子怎么把重点放这儿了？200亿的曲库。来啊，开始。妈呀，这是。等他唱两句。花花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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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人家来了来了，这迸发出来了，迸发出来！老天爷，保佑他答不出来！刘德华，三二一，冰雨，不是冰雨，张学友吻别，答对，哇！哎，迸发出来了！前面没有一个人听了吻别的前面吗？那么长，大家都直接切来开始。来生缘，来生缘错。杨迪，追梦人，追梦人，刘德华，追梦人，歌手错。追梦人，张学友，刘欢。追梦人，叶倩文错。谭咏麟错，听一下声音。叶倩文，王菲，等会儿。凤飞飞，冯飞飞，冯飞飞，答对，凤飞飞。等会儿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小头河南人，你不知道？凤飞飞，咋的？这后两字又那么标准呢？啊，你以为河南人每个字都不知道？我滚了。我今天是河南人，冯飞飞你们，凤飞飞那单小童啊，当然就是，来，腾哥先举的，他不知道他瞎举，我什么不知道，这是个合唱的，啥吧，潇洒走一回，叶倩文的，答对，啊，滚滚迟迟。一听就听出来了，要这么听能不能听明白？好了，下一首啊，熟这熟，熟的不是这熟啥呀？一点都不熟。苏芮牵手，答对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单独为杨迪设计一款游戏？王大爷，来开始。哇，这啥歌？这是一个人的成名曲。天堂，接近，不是吗？是小松，腾哥，腾哥什么歌？草原歌。蓝蓝的天空，不是我的天堂。蓝蓝的天空，那不就天堂吗？腾格尔，蒙古人，答对。啥？他说个籍贯就对了。腾格尔，蒙古人，来下一首。贾玲，湖南。人是湖北人，人湖北人，你不是演了他们那电影吗？电影不再演了，这么火还去了？你的心情真的好吗？你的祝你平安，答对。祝你平安嘛，来，开始了。哎，好耳熟，到我这儿了。写你心坎里了，这首歌好男人错。对，哎，那个什么号，错，那个小波，小波，那个人叫李春波，下一个牛都邻居。这是什么呀？我是戴军阿莲，是答对、哦、阿莲，你这个把偷题这个已经融化得很好，我试一下。最后一题啊，不是你最后一道题还有意义吗？我们落多少？那7-1，那行。还有什么？谁是一啊？你，你因为冯飞飞得了一分，河南口音得了一分，凤飞飞。那正好第一轮是王牌家族胜，第二轮是春游家族胜啊，加赛了，加赛，对，蔡权，蔡权他厉害。
知道啊，不。哎，猜歌不行，石头剪布也不行。真厉害，玲玲吧，玲玲，你们也能会点。我们会不会的跟年代无关。年代，我没背。俺刚从四川来。来，那零零年啊，开始啊。周杰伦的什么夜曲？错。夜的篇章，爱的篇章。你能不能不干扰他？人在那想呢，在这。开始，开始。是不是那个布拉格广场？这布拉，你是精神？不是，不是，错。布拉格广场，蔡依林。杨迪答对了。等会儿。我先说的布拉格广场，但你没说名儿，人名儿没说。我整合了一下，来下一首。大手拉小手，错。小手拉大手。小花花。不分手。大张伟。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花儿乐队，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对。好了，两道题赢了。你这你觉得你胜之五吗？这跟冯菲菲刚刚那个五啊，好意思，那个再过分吧。只是把手续补全了。来这首啊，不知道你们熟不熟？想全了再举手啊！奉劝各位。这个我听过，我不知道它是啥呀。快，打不打？那小童你答吧，你干啥呢？吴彤，吴彤，吴彤都不给我答题了，哎，那个 TFBOY 接近了啊，接近了，革命小子青春纪念册，不是青春纪念册，革命小子，革命小子答对。什么饺子？革命饺子。杀一哥，什么饺子？什么饺子？酸菜馅的。哎呀，海米饺子。谁这是？一个组合。来下一首哈，这歌有点难哈，不知道你们知道不？来，哎，你哥。踏浪徐怀钰，我们踏浪徐怀钰，这是踏浪徐怀钰，答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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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哼了，后边都哼不了了。我都说完了，没事，让他们答。采蘑菇的小，行了吧？采蘑菇的小女孩。都打我们打完了，来了是吧？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的啥呀？汤浪，徐怀钰的汤。汤浪，贾玲姐，徐怀钰的汤，汤和海米饺。来下一首。哎呀，这好熟啊！花那个叶子接近。不过。飞儿乐队，不对，南拳妈妈，什么东西？南拳妈妈是一对男的吧？身骑白马，徐怀钰的，谁的？是那个徐可莹，徐什么玉？徐佳莹。神奇的白马，神奇的白马，神奇白马，这不行了。怎么我们湖北人就不能说话？神奇白马在哪里？来下一首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咱俩就别参与了，你这。来，花花唱对了。一整个的夏天。周传雄的，周传雄对了。周传雄的什么歌？小刚什么歌？黄昏。答对。咱们说的都不对。
八二列，八二列。爸，我说周传雄就是小刚啊。小刚和周传雄是一个人啊，那怎么俩名呢？一个人啊？这一个人吗？这是一个人啊。周传雄是一个人。来下一首哈。海鸥。这啥歌呀？林俊杰，别人送的歌，林俊杰。四比三了，追上来了，最后一道题了，我们随机放一个年代的歌啊，打起精神来啊，来开始。Hello， 哎，你要镜头啊，哥。池塘边的童年。错，沙哥。外婆澎湖湾，歌手潘安邦，答对。谁？潘安邦，太厉害了！天哪，杀一个，今天一个李春波，一个潘安邦立住了。干啥呀？大小超，那条给我拿出来。没有。咱不说别的，都是军艺毕业的，一事无成你。这个真的答不出来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那恭喜啊，春游家族赢了啊！谁来猜？谁第一个开始？我来画。提示一下大家，杨迪是最聪明的。我猜就行了，你们一顿画啊。来，请准备。十。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谁到？雷佳音来，开始。十九，三二一，谁到？你误导，你误导那样。认识啥？对对，行，行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是这意思，对。秘密来啊！秘密，我建议你把他们的都插掉，重新画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二。没一。给了一个肯定。子健来，等会儿我先准备好。啊，还在擦的呢。开始。八七六五四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再打个叉。时间到。我相信迪哥可以的，杨迪你可以。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个海报吗？这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批改作业来了是吗？我画的勾就是很好的意思，我认证，认证。你猜一下哪个是子健画的？这你要猜出来了。子健画了吗？我，你参加了吗？没有。他没有别的人，就是一个人画。这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剑。哎，对，五个字，又是刺杀小说家。不对，这是个疯子是吗？这是个疯子吗？你刚才说那字儿对了。荆轲刺秦王。不是那个字儿，那个拿什么玩意？拿着一个。这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剑，拿把剑。嗯，那个字儿对了。五个字儿，剑。剑。这能猜出来？这能猜出来？这女的，你看，你这不是这不是女的，就是这么一人，身上有点什么气儿。仙气儿。哎。仙。《仙剑奇侠传》漂亮，就是他。